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今天呢来分享两个刚入手不久的厨具，都是大鱼品牌的，一个速蒸锅，一个天鹅水壶。他家的厨具质量真的是蛮不错的。我家其实呢已经有了两个电水壶了，这个水壶的颜值呢真的是把我吸引到了。这个盖子的设计非常的精致，细节方面呢都挺好的。这个是水壶的底座，这个壶身呢真的是神仙颜值，不仅可以烧水，还可以24小时保温。壶底呢是304食品级不锈钢材质的，这个颜值真的是太喜欢了。我接了一壶水来试试，它自身呢有四档的烧水模式，玻璃呢是高硼硅的，800瓦的小功率，在工作的时候噪音非常的小，烧水的速度呢也是蛮快的。大宇的这款蒸箱我种草很久了，不光是颜值的吸引力，做工呢和性能都是非常棒的。电源线呢都是可以盘起来收纳在锅底的，这样放置起来会更加的整洁。这个蒸锅是两层的，有两个这种不锈钢的蒸屉，摸上去还是很厚实的那种。这个储存水的地方呢是独立的，拧开水中间的旋钮就可以加水了，两边还设计了两个支柱支撑，可以让水箱更加稳固。这个水箱呢最大是两升的，可以持续加热供水一个小时左右。整体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它最大可以实现 13.5 升这么一个大的容量，用来蒸上一两只鸡的话都不在话下。这个水箱呢是单独拆卸的，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，换水非常的方便，清洗起来呢也很省事。加热一个小时才用两升水，真的是太省了。加热方式呢是这种聚能的发热盘，在这里有一个小的出水口，直接连接到水槽里，水箱里的水呢会慢慢的进入到加热的水槽里面，这样当水分进来的时候会迅速的转化为蒸汽，从出水到出蒸汽时间仅有10秒钟左右。这个就是速蒸锅和传统蒸锅的区别了，时间短，用水少，更加的健康。传统的蒸锅呢出蒸汽慢，容量小，水在锅里面无法进行换水，水在里面呢一直沸腾，对我们也是很不健康的。速蒸锅呢可以用到用多少水就从水箱里面出多少水，它可以实现两层的方式来蒸我们的食物，整体密封性也是非常的好。蒸高一点的食物的时候可以把中间的蒸屉给它去掉，整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，一整只鸡放进去，其余的可用空间还显得非常的多。蒸馒头、鸡蛋羹什么的只需要几分钟就好了，出蒸汽的速度非常的快。老蒸锅呢是必须要等水烧开以后才可以出蒸汽的，操作的面板这里详细的标注了加热时间，可以让我们更直观的设定时间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家里真的是太需要了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和关注哦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